以前也有这种夫妻之间的节目，不敢随便参加，感觉感情还不是那么坚固。好像我们相处得很好，会不会其实这都是假象？大家都不喜欢我，就像有一个诅咒一样。这是我的老婆，叫苗苗，年龄未知。落日之海的怀抱，成就略中个国宝，你侧里有像美好陷入。后悔没有早点遇到，心跳是爱在发酵，后悔没有早点遇到。双生细胞在狂跳，这种感觉很美妙。这是无误的是浪漫，虚不切代表喜欢，我词不达意的表白，包含真诚喜感。快点知道恋爱年龄，会反复再三的确认他的要不是不是认真，如果他确定要走，那么就去执行。等你抓吧，多抓几只，想好了，说抓我就进去。好，我来搞定。好，不想要，一定要抓到。耶，我们抓了两只鸡，回去会不会吵到邻居？心痛虚设的心间里闯进永远了解起风发下雨终于不能誓言反正对的感觉在心动蔓延我都吹成八爪鱼了哎呀好动落日出海的怀抱，长焦虑中个过早，你侧脸若像美好，陷入你温柔的圈套，心跳是爱在发酵，呼吸频率快到爆，全身是你别骑了，我骑不要。哎，蝴蝶蝴蝶，凤尾蝶。我想和你和他浪漫的旅行哦小杨他的人把我爱个大概谁都不明白玫瑰在沙漠盛开大雨别离会停下来让爱风吹我能感受到他的付出他能感觉到我的付出我都会去好的婚姻是要和自己的另一半一起成长，从男孩长成男人，从女孩长成女人，不断的了解彼此，了解幸福的意义。嗯